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116页啊。那这里在讲到啊，这个菩萨什么时候种32相啊？那就是波罗蜜圆满的时候。那波罗蜜是怎么圆满的啊？那举这些例子，那么都是基本上很多都是本生坛里面的。好，那再看第6个，波若波罗蜜满。那波若波罗蜜云何满？菩萨大心思维分别啊，如瞿宾陀婆罗门大乘，分阎浮提大帝作7分啊。那就是在一切法中啊，思维分别啊。那波罗蜜是波罗波罗蜜是无漏的智慧，圆满究竟的智慧啊。那他这里没有仔细讲，因为这个整部大智度论多数都是在说波罗蜜波罗波罗蜜的啊，所以他这里只是大概说啊。但他举啊，分别这个阎浮提大帝啊，那阎浮提有很多种说法。那通常大一点的就是指我们这个银河系那么再小一点的指我们这个地球，再小一点的指这个印度再小一点的就是指佛陀所在的当时的那个印度就是南印度就是也不真叫南印度，就是佛陀所在的当时的那个地区它就叫南阎浮提那如果从一佛一尊佛那么它的化区是一个大千世界来讲，那么这个大千世界也可以说是就是阎浮提但是这里分阎浮提大帝做7分比较仔细的讲，其实就是佛陀所在的那个时代他那一区他们把它叫做南阎浮提那么或者有的说是印度好，那分阎浮提大帝做7分这个7分在经典里面很常见这个7分并不是数字上的7分头破7分那么阎浮提大帝做7分然后像这个地藏经里面讲那么7分之一得1分那么像这种7分其实它是七是一个圆满的意思七分之一就是极少分那么这个7分之6就是非常多分所以印度有一个习惯用的用法，七是圆满所以到了七之后就另外那再重新了所以到七是圆满，所以有时候都用7遍那么这个跟很多传说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神造这个世界第7天圆满那。所以那这个也是就是说在印度你在经典里面看做7分那么基本上七是圆满，然后所以从这里面去分的好，那如果一般来讲比如说讲500是很多的意思，800或是8万84000这个都是非常多的意思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好，若干大乘小乘聚落村民尽作7分就是一般我们说类似说像梵密的分析阿毗达摩也是这样就
把那些法啊分析到究竟啊，就是一直分到最究竟啊，那么看到它的实相啊，基本上是这样啊。般若波罗蜜亦如是啊，般若波罗蜜就是能够知一切法现象分别啊，就是能够知道一切法啊。那它这里面啊也有这个故事啊，那它底下有引用啊，那我们就不特别去看了。那再往底下看啊，这个是般若波罗蜜。然后第四个，菩萨身多率天上啊，是菩萨六波罗蜜满在迦摄佛所做弟子啊。啊，这个大圣基本上是啊，从燃灯佛时代他就这个得无生法忍了啊。那么在迦摄佛的时代，迦摄佛是释迦佛前面的一尊佛啊，那么在人寿两万岁的时候成佛，那释迦佛在人寿一百岁的时候成佛啊，所以差距不远，差距不远啊。不过佛跟佛之间，前一尊好像也是三万岁四万岁啊，都也差不远啊。那释迦佛之后，弥勒菩萨、弥勒佛啊，那么其实也不远啊，因为人寿从一百岁减到，哦，就差得比较远。因为人寿前，人寿从一百岁减到十岁，又从十岁加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那个时候弥勒菩萨成佛，所以中间就隔了八九万岁啊，要加到八万岁的时候，弥勒才成佛啊，所以至少隔了啊。那么八万岁啊，就佛这个中间啊，那么这一岁是一百年了 啊所以中间就隔了八万多岁啊。那释迦佛是在一百岁的时候，弥勒这个迦摄佛是在这个两万岁的时候啊，所以还隔不多啊，就隔两万岁而已。好，那他说在迦摄佛所做弟子，持境界行功德，所以身多率天上。好，那么现在在解释为什么菩萨最后生的菩萨一定都要生多率天，生其他的天不行吗？啊，那但是大圣经典里面也有，就是说生多率天来人间成佛啊，但是大圣经典里面也有说到，他不是在人间成佛，他在他化自在天上成佛啊，在色究竟天呢啊，在色究啊，那么也有说在色究竟天上成佛的啊，那这里是说生多率天在人间成佛啊。那我们来看，他说菩萨何以生多率天上？为什么生在多率天，不在多率天以上？不在多率天以下，有四大有福德，应自在身啊。那就问了啊，那么是他假设他福报已经圆满了，那么他应该想生哪里就生哪里啊？自在身就是他应该，因为他福报智慧都非常圆满了，所以他应该可以决定。他要生哪里都可以，都可以成佛啊！啊，他不管生在哪一天，他都可以下来成佛。那他为什么啊？菩萨，而且是最后生的菩萨，基本上啊，那么都是在多率天啊啊，这是什么原因啊？那为什么是多率天，不是在他化自在天，不是在刀立天啊，不是在夜魔天啊？多率天是欲界天。多率天是欲界天，啊，那色无色界天，如这个基本上像无色界天是比较不行了，因为无色界天基本上就在禅定中了啊。那像非想非非想，根本就不可能得解脱啊，没有办法观了啊。那色界天的话，二禅以上也是无取无事了。啊，欲界天，那可以再出产啊，可以再大梵天啊，
那他在问啊，问就是说问为什么啊，菩萨一定要再多算一天啊？那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啊，那么就开始回答了。他说啊，那么这里有一二三四啊这种五啊六啊六个啊，这里我看总共有几个讲这个菩萨为什么要生多算一天啊？六个、七个，菩萨生多算一天，这边呢、啊，一二三，它还有分一二三四，啊五，哦没有，这个一二三四而已，分四个而已啊，括号的这个，五是另外的啊，它有四个理由啊，那我们先来看。有人演啊，基本上就是当时针对我们要了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所谓的正确答案，那么在当时不一定是正确答案啊，大家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那像这样的问题，其实老实说啊，都是所谓的见仁见智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那龙树收集这一些问题。那么有时候他把这些各个答案列出来，他有时候有评判，有时候没评判啊。那但是让大家知道啊，就是当时有很多种说法。那像这种问题，为什么啊？这其实只能够啊，我们想象或是我们推论啊。那么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不过我们看大智论里面有一些我们认为合理的。啊，就是说，就是大智尊龙树菩萨认为合理的。不过我们现在想起来，这样的解释也不一定合理啊。啊，就是我们平心静气的来看这些啊，就是说，即使是他当时提出来的这一些解释啊，我们也不一定这样的解释怎么可以说得通呢？有时候我们会，就是我们看大智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觉得，就是说，并不是说。因为这些有很多人的看法啊，但是有时候即使是别人给的答案，我们也会觉得这种答案怎么不合逻辑啊，或者怎么这样怎么可以说得通呢？啊，那即使在大智里面也有这种哦，啊，也有这种。好，我们往底下看。好，他说有人言因缘业守，应在世中生，世中就是在多算天啊，因为因缘果报成熟了，所以就应该在。啊，多算一天出生，那多算一天结死，不后不立，智慧安稳固。啊，那他说下地中，下地就是多算一天以下，啊，多算一天以下啊，就我们从欲界天开始说啊，就欲这个中是欲界天的中间，啊，那这个因为总共有六天嘛，然后他在第四天嘛。那第一天是四王天嘛，第二天是刀立天嘛。那其实四王天跟刀立天是同一天来的，啊，因为四王天就是刀立天的大将来的，啊，所以实际上四王天是在刀立天当中，啊，那所以刀立天上面啊就是焰摩天，焰摩天上面就是多帅天，多帅天上面就是化自在天，化自在天上面是多他化自在天。所以多算一天是在中间的啊。那他说这个下地中啊，结死后浊，多算一天以下啊，烦恼比较重啊，结死就是烦恼了啊，比较重啊。那这个上地中结死力啊，那这个上面。啊，那么这个烦恼比较薄，啊，比较薄，多算一天上结死，不后不立，啊，就是他这个结死力，他也不是说，就是说他这个烦恼里面啊，那么他其实这个力看起来好像是烦恼比较力啊，其实不是，他是说那这个一般来说啊，比如说我们用禅定来说好了。啊，那么如果说散心比较重的，那么智慧比较不能成就，那么这个
定心比较强的智慧也不能成就，啊，基本上是这样。那像色无色界，色无色界它基本上定啊，但是太定太深，它也不容易起观；定太浅也不容易起观。那这个烦恼，烦恼太少，那么它不太会去对治烦恼。就好像说天上，我们在讲啊，比如说福报好了啊，福报福跟罪来讲，福报太大，福报太大，人不太会修行，因为修行就是对治烦恼，修行就是要对治烦恼。那你都没有烦恼，你要用你怎么会生，你怎么会去起那个智慧思维分别？因为智慧就是闻思修思维分别，去对治那个烦恼，去观察那个烦恼，去思维那个烦恼的出处啊，不容易啊。那么所以啊，因为没有烦恼也不容易升起智慧，但是它不是没有烦恼，它是烦恼不显现。烦恼不显现的话，它不容易想要去对治它，要去想方法去对治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富贵修道难啊，类似像这样啊，那就是说，它通常你烦恼太多，你也不容易，比较三恶道的。烦恼太薄啊，他烦恼薄就是他那个五浊恶世常常有烦恼，就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有烦恼的众生，有烦恼的事，所以我会让我们受苦。所以我们为了要不受苦，我们去研究这个烦恼，那么去找到对治烦恼的方法，那么去实践怎么对治烦恼，那从中产生出智慧的。但是你比较没有啊这种烦恼的问题，那并不是你没有烦恼，是你的烦恼不容易在你的境界中显现，所以你就比较不会去升起那个要对治烦恼的智慧。那你久了久了你就没有，就有点像比较好命的人家的这个小孩，那么他什么事都人家跟他准备好的，所以他就不太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电灯泡坏掉了他都不会换啊，开关没电了他都不晓得开关，因为都有人帮他做好好嘛，他不太会有问题，问题也有人帮忙处理，所以他久了他就不会去动脑筋去想要解决这种问题。那么生命的问题，他在上面如果过得比较啊，就是比较好的，也比较没烦恼的，他也不会太会去思考生命的问题、轮回的问题啊，基本上类似像这样。啊，所以他这里讲的其实是，啊，就是说，那么多数的天刚刚好呵呵，那么上面跟下面，天上跟下天，这个多数的天底下的啊，要不是烦恼太重，生活比较不好，不容易，就是你这个境界，你这个状态，这个境界容易让你起烦恼。那么多数的天以上的啊，虽然烦恼不多，不容易起烦恼，但也不容易升起智慧啊。那这个是一个，这个是菩萨在多率天的啊，那的问题。那么人呢？那么人也是一样，人在六道里面，天太舒服不行啊。那么这个三恶道太痛苦也不行。这人哦，刚刚好，有苦有乐。啊，那类似像这样，所以他说这个劫子不厚不利，都在天上啊。那么智慧安稳固，好，第三都在天寿与佛初始会过。那么他说不欲过佛出世时故啊，那佛出现在世间啊，那么有他的一个就是时节因缘啊，他说若于下地生命短啊，那么寿终时佛未出世；若于上帝生命长啊，那么天一天一天的寿命是差很多的啊。他基本上是说这个菩萨为什么要升到多率天上面呢？那么而且是在多率天下来啊，他现在
因为现在的佛啊，他这个问题比较是属于就是说，这个菩萨要升多帅天啊，因为他这里可能是后面就是升到多帅天上啊。但是因为多帅天有佛啦啊，那我们现在刚刚讲的就是，那么最后生的菩萨为什么要升多帅天啊？那这就是两个问题啊。但是这里基本上是讲啊，也是基本上他也是讲最后生的菩萨升多帅天的啊。好，那我们看，他说这个多帅天的寿命啊，刚好也是不太长不太短啊。如果再往上的话，那就更长了啊。那么天上基本上是从，如果是色界天是从一劫开始算，如果是欲界天，它是从有很多种说法啊。那一般来说，一般的说法啊，就是刀立天、四王天大概就是两倍。四王天有些时候是50岁，有的时候100岁。好，我们就用50岁来讲，用100岁好了啊。就是说四王天是100岁啊，那这个刀立天是200岁，那焰摩天就是400岁啊，那就是都是生倍的啊。那有些时候四王天50岁，刀立天100岁。刀立天100岁，焰摩天就200岁，焰摩天200岁，多帅天就400岁。那上去啊，化自在天就是800岁，那么他化自在天就是1600岁啊，就是寿命天寿，我们讲的是天寿。那天寿跟人间的寿命啊又不一样啊，就是他的一天跟我们一天不一样。好，所以他说，如果在上面生命长啊，寿未尽，复过佛初始啊，那么这个佛应该在那个时，就是说佛应该在那个时候出现，就是人寿几岁的时候出现啊。比如说这个释迦佛要在人寿100岁的时候出现，那你在天上的寿命太长了，那么人寿100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出现，那么基本上会这样啊。所以他说，如果啊，比如说你升到色界天，一次就是一劫啊。那如果不是无，如果这个一劫就是一劫啊，那一大劫了啊。如果是一小劫，那也是过了啊。那一大劫，那已经1000尊佛过了啊，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佛应该要出现，因为这个最后生的菩萨，最后生的菩萨，他为什么要升到多帅天？因为他要在人寿100岁的时候，如果他在网上啊，人寿10岁，他都还没寿命还没尽，还没下来啊。那么或是太长太短都不行啊。那人寿还没100岁啊，他就啊，他那个天寿就晚了啊。他要下来人间啊。那所以就是说，佛要出现在世间，应该要佛要出现在世间，那么刚好在多帅天。他升到多帅天啊，多帅天寿命尽的时候，那佛啊出现在世间啊，那类似像这样。可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每一尊佛的寿命不一样，可是每一尊佛好像都会升到多帅天。那这样，我们说这样如果真的要算起来，那也不是很合理啊。比如说弥勒菩萨现在在多帅天，可弥勒菩萨的天寿跟释迦菩萨在多帅天的天寿应该一样啊，因为多帅天的寿命基本上就是那个寿命。那是弥勒菩萨是在84000岁，80000岁的时候才下来。这释迦菩萨迦舍佛时代，我们看迦舍佛时代他升到多帅天，那多帅天迦舍佛是20000岁啊，所以这个寿命也不太一样啊。不过他基本上他只是要解释啊，解释这个初中啊，就中间啊，就是不长不短寿命。那多帅天寿与佛初始会啊，就刚好在那个时候佛出现，所以升到多帅天是最刚好啊。还是不同的佛他的天的寿命也不一样啊，也有可能这样啊，不同的佛的天寿也不一样啊。好，那么第四个，佛常居中道故啊，那这个应该就是比较常用的说法了啊。
那他说佛常居中道故，那么常居中道，我们看他说多率天于六天即梵天，通常梵天以上就不来这个人间了，梵天以上就不来这个人间，来人间的基本上就是梵天魔就是他化自在天，常见的这是阿含经里面常见的最高的梵天，然后他化自在天就是我们说的魔，欲界天的最顶，然后倒立天，然后四王天那阿含经里面常说天魔梵，天魔梵那么天是梵天，魔梵天是最高的不是，天是倒立天，然后魔是欲界最高的，然后梵是初禅天来这个世间最高的，所以讲天魔梵，天魔梵好，那多率天在六天即梵就梵天当中上山下山就是从这里看上面有三个那么就是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我们写一下那基本上是这样色界色界是梵天，色界初禅梵天然后欲界里面欲界里面在上面就没有了就没有下来了在欲界天，欲界天里面他化自在天，我们叫做魔天他化自在天这个是欲界顶，这个是第六天第五天化自在天，那这个我们一般把它叫做魔他化自在，他化自在天，天魔那么第四天就是多率天，第三天第三天焰魔天最早的焰魔王其实是焰魔天王最早的我们说的炎魔王那么其实是炎魔天王，后来慢慢转化变了就变成是掌管死神的就死神的第二天我们说是这个焰魔天，这个多率天焰魔天，这个是倒立天，倒立天第一天是四王天那么他说这个多率天在这里这个是第七个了那所以他说上面有三个，下面有三个这是四王天，那四王天跟倒立天其实是在同一个境界里面好，那他说上山下山于彼天下必生中国那么这个中国跟边地它是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中国就是其实中国就是有佛法的地方中国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做中国那么没有佛法的地方我们把它叫做边地从佛教里面这么来分就是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没有佛法的地方叫边地，所以你看那个无量寿经那么这个不懂佛法的人虽然念佛可是升到边地遗尘，升到没有佛法的地方那五百岁不见佛不闻法那所以这个生在中国，那其实像他说生中国，其实佛法里面中国是有佛法的地方，那佛生到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其实如果照理论来讲是这样的，佛在哪里出世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但是这里是佛在中国出生，那么在中国出生基本上就是说那里是适合佛法弘扬的地方文化比较高，适合佛法，就是一个国家的中心地带，或是一个国家的政经文化中心就是
这个地区里面，就是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地区，这个地区里面这个地方，啊，比如说印度啊，那恒河两岸文化最发达的就是恒河两岸。那佛陀基本上在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出生啊，他后面会讲，他这个就是文化的中心。然后佛陀就在这个迦毗罗卫国往下，舍卫城，舍卫城往下毗舍离，毗舍离往下啊，这个王舍城啊，就在恒河两岸。佛陀一生都在恒河两岸这两边这边走。那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就是这些地方可以叫做中国啊。那所以他出生啊，毕生中国啊，中叶降神，中叶出迦毗罗婆国啊。那么这个中佛陀基本上啊，就是这个半夜啊，一般像大毗婆沙论说的啊，半夜出家，然后半夜正果，然后半夜涅槃，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这个中叶降神是讲啊，他从兜率天下来啊，也是半夜啊。那兜率天下来半夜就出生了啊。那么所以变成他出生也是在半夜。他出生是不是在半夜呢？啊，这我们就还不是很清楚啊。不过他基本上啊，像大毗婆沙论说的啊，他就举啊几个啊所谓的这个半夜的出，就是他没有讲到半夜出生啊。但是你看大毗婆沙论，我们看白板啊，大毗婆沙论啊，生兜率天啊，这个是所谓的中道。那么生人啊，生在迦毗罗卫国。啊，那么迦毗罗卫国是中道，就中间的，就是比较这个适合的地方了啊，比较有文化或者比较这个可以啊，这个众生比较容易得度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是迦毗罗卫国啊。那么中叶分啊，这个就讲到时间了。那前面两个都是讲地点的而已啊，生在兜率天啊，就是。最后生是在兜率天，那么从兜率天下来，是在中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啊，那《大智论》里面啊，把这个迦毗罗卫国啊，那么下来的时候是半夜啊，那么他说中夜降神啊，那么这个中夜出迦毗罗卫国啊，就出家了，出家。啊，就是这里讲的于中叶分于尘出家，大毗婆沙论说的，啊，然后这个行中道德阿耨多罗多摩三菩提，啊，就是习处中行正无上觉，跟大毗婆沙论说的是一样的，啊，然后为义有情啊，离有无处处中说法，啊，就是这里说的中道为人说法，啊，我们对照这个大毗婆沙论啊，然后中叶悟入无余涅槃，就是第五个于叶中分而波涅槃。啊，就是把这个大智论跟大毗婆沙论对照稍微还比较清楚。好，那这个中道为人说法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就是大智论里面的。不过大智论有说到啊，这中叶降神啊，就是中叶降神就是从兜率天下来啊，他有讲中，那这个大毗婆沙论没有说啊，大智论说到啊，那这个其实都是。啊，身处这里可能是这个身处中，啊，身基本上他说最后身到兜率天啊，就是处中，都是处中。那这个就是大智论里面说的啊，最后身人中，啊，那人其实你真的要讲人，也是六道里面比较上升下层的枢纽啊，那也是在这里啊，因为三恶道是不行，上面天比较难啊，那。所以人是比较容易的啊，那么所以人是比较容易得解脱的，也比较得教化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生的这个地方啊，迦毗罗卫国啊，迦毗罗伐树堵城啊，去迦毗罗卫国了啊，那么也是比较容易，就是这一带啊，迦毗罗卫国在这里嘛，然后再过来就是王舍城啊，再过来是舍卫城啊，
啊，舍卫城再过来叫毗舍离嘛，啊，毗舍离再过来就王舍城嘛，啊，他就这样下来的，啊，就王舍城都在恒河两岸，就在恒河两岸啊。那么，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所谓的楚中妙法，啊，说离有无的楚中妙法，啊，那基本上啊，两部经里面讲到啊，主要的这两部经啊，一个是《杂含三百经》，啊，那么婆罗门问佛陀啊，自作自受吗？他作他受吗？啊，那么佛陀说，自作自受是常见，他作他受。啊，就造业受报，这样有业报无受者嘛。但是他说自作自受吗？或是他作他受？啊，那自作自受是常见啊。经文是写自作自觉啊，那其实就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它是常见，他作他受是断见。佛陀离常跟断两边啊，处于离此两边，常跟断。这里讲的是常跟断啊，离常跟断两边，常是所谓的自作自受。啊，有一个字，啊，那造业，那这个还是这个字受报，啊，它叫做自作自受啊。那么经文是写自作自觉，啊，那我们知道就好了。自作自受这个断是他作他受，啊，是不同的人呢，啊，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个人啊，他作他受，这个是断见，啊，那佛陀是离此两边，常断两边，处于中道而说法，啊，中正如实之道。那么所谓持有故彼有，原无名有形，原形有事啊，乃至原生有老死啊，然后后面基本上就是这个此无故彼无，无名灭则形灭，乃至生老病死又被老苦灭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讲缘起最有名的啊，《杂含二六二经》，这个基本上就是缘起的一个啊最主要的啊，世人颠倒意于两边，若有若无啊。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正见世间集者，不生世间有见，不生世间无见啊。正见世间灭者，不生世间有见啊，就离于两边，若有若无啊。那这个是常跟断。好，我们稍微啊，这个我们看了，我们查查，把它写一下好了。中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中道就是缘起。印顺导师曾经说啊，这个所有的宗派啊，不管是唯识啦、如来藏啦，所有的宗派、部派啦，基本上都可以就是讲有自信的。从部派开始啊，唯识啊、如来藏都是讲有自信的法的自信。只有中观是彻彻底底的缘起。所以真要分宗派的话，啊，中论或是中观它是缘起宗，其他的都是自信宗。好，那么基本上缘起就是中道啊，但是这个是当然从中观的角度讲啊，其他的部派来讲，他不认为缘起就中道，啊，所以大部分的宗派还是依缘起说的啊，但并不一定是离于两边的啊，但他们的两边可能说的也不太一样啊。我们说这个缘起就讲十种缘起而已嘛啊，从原始佛教，不是原始佛教，啊，也可以讲啊，就是说从佛陀说的缘起、业报缘起、业感缘起开始说，啊，到部派里面有四种缘起：刹那缘起、莲夫缘起、缘系缘起、分会缘起啊。写一下好了，啊，我们等一下要讲这个，啊，写一下好了，啊，缘起通常啊，我们说从部派佛教的开始说。《阿含经》里面的啊，那么从原始佛教的开始说了啊，佛陀说的，我们把它叫做根本佛教嘛，大家是解的叫做原始佛教嘛啊，那原始佛教之后就是部派佛教。啊，佛陀时代我们叫做根本佛教嘛。啊，如果我们这样分了，就比较好分，啊，然后部派佛教有所谓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之后有所谓的秘密大乘佛教，那么多讲缘起，那么原始佛教
啊，那么当然是从根本佛教来啊。那么原始佛教讲的就是我们说业感缘起啊，依业有轮回啊，基本上是这样啊。从有情讲的，这个缘起是依有情说的啊，这里是依有情，业感是依有情说的啊。到后来的缘起就不一定是依有情说的哦，有情无情都是缘起的。那佛陀基本上缘起是有情无情都是缘起的，但是佛法的缘起主要依有情讲，所以一讲到缘起就是无明行事啊，就是它就是十二缘起嘛，讲多了就是十二缘起啊。十二缘起一开始就是无明啊，然后苦，然后事嘛，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是那边有没有？这个都是依有情讲的，无情没有什么无明啊、事啊、苦啦、啊，没有这些啊。三合大地没有这个嘛啊，那所以基本上是依有情讲的，佛法的缘起了，后来的缘起就不一定是依有情讲的。好，那我们说这业感缘起啊，那么到了部派佛教啊，刹那缘起啊，莲夫缘起啊，远续缘奉位缘起啊，这个是常说的三世两重因果，然后远续缘起。啊，因果都要从无始劫来讲啊，就是从无量，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一世一世的啊，远续缘起啊，就时间上的分类。大乘佛法啊，你看他也是讲啊，从这个中观的啊，性空缘起，性空缘起啊，阿赖耶缘起。为识的啊，如来藏缘起，真常为心的啊，那么另外有一个所谓的法界缘起啊，然后秘密大乘佛教有所谓的六大缘起啊。那真的要看的话，这些都是有自信的，部派之讲一切法有自信的，所以真的话就只有中观的性空缘起是真正的讲缘起，所以他说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所谓的有自信的，都是讲有自信的啊。那么这个是一类的，那中观性空是完全的缘起，是无自信的啊，缘起的啊，所以后来就用所谓的自信跟无自信来分啊。这边都是有自信的，还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都强调有法的自信啊，啊，是法的自信。人是无自信的，但是法是有自信的啊。那这里的人也有自信的，就是那个如来藏啊，那个法界那个也有啊，那这个也是啊，法的自信。所以啊，中观就彻彻底底的讲无自信啊。那无自信就是空无我啊，这个我们要稍微知道，无我空无自信啊。那阿含经也有讲空啊，应该是这样，无我啊。大乘经的人讲空，无自信，空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基本上都是缘起啊。那其他的部派讲无我，讲不无我，不一定讲无自信，并不一定讲空啊。像如来藏有空有不空，有不空如来藏啊。那么所以中观基本上是无我无自性空缘起，它基本上是同义的啊，同样一个意义啊。那其他的就不一定啊，其他的就不一定啊。所以这个都是一切法有自性的啊，这里也是有啊，法的自性。那么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那缘起里面啊，它有因有缘世间起，这个杂含二六二经非常有名的啊，讲缘起的啊。正见是有因有缘世间起，这个我们已经有说过了啊，不过应该我们要让它非常熟。有因有缘世间灭，啊，它底下这个世间有情世间啊，国土世间，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五蕴世间
啊，都是，然后就有钱，有生老病死，国土有生住异灭，国土有成住坏空。有情有生老病死，啊，五蕴有生住异灭，啊，基本上是这样，啊，生住异灭。那么它的形成有因有缘世间灭，它的消失，啊，它的存在跟不存在了，啊，它的这个存在跟不存在，啊，那么正见世间即者，正见。它是有因有缘，正见就是正见有因有缘，正见世间起的，正见有因有缘世间起的人啊，正见世间起的，就是正见有因有缘世间起的啊，见世间起的，不生世间无，因为有因有缘就有嘛，无就是断灭啊，断见。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断见、常见，啊，正见世间灭者，啊，因缘没有了，它就没有了，不生世间有见，有就是常见，啊，不生世间有见。不会有世间是常在的这种概念，这个是常见，啊，那这个也是自作自受，他作他受，这个是常跟断，佛法就是离常断两边。那从这里离两边延伸出所谓的啊，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你就会，有无，是阿含经的说法，般若经基本上用生灭代替。啊，生灭，啊，所以不生不灭，啊，那基本上是用有无，那么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个叫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那么换一种说法，就是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啊，啊，所以有无跟生灭，有无跟生灭其实是同样的。那么有无，那么般若经初期大圣基本上都用生灭，比较常用生灭啊，比如说像心经，不生不灭啊，那么。阿含经基本上，啊，都是从有无说的。好，那么另外从有无生灭延伸来的就是常断异义，常断，常断一义，啊，五蕴跟我是一是一，色跟我是一是一啊。就即我离我啊，就变成这个啊，一意来去啊，就变成所谓就变成所谓的八部中道啊，所以离两边就是所谓的八部中道啊。我们说的八部中道其实就是这样来的啊，那这个叫做处中说法啊，处于中道而说法，处中说法。应该这样，离两边说与中道啊，差不多。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他这里讲中道为人说法，其实就是为人说中道法了。中道为人说法，其实就是为人说中道法啊，其实这样，因为他的翻译的问题。中夜入无余涅槃，号中法故，中天上升啊，中天上。就是在处中的天上升，啊，中间的这个天气就多帅天了，啊，所以他解释为什么要升多帅天啊？所以中天上升，因为他前面说嘛，这个中间这个天就是多帅天，所以说多帅天这样的中天
中道的天上圣。好，那这个大概就是说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缘起中道四谛这个概念，就是佛法的核心，缘起四谛中道无我啊。那么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哪一宗哪一派，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因为这个牵涉到你学的是不是佛法啊，那你的修行有没有正确？你因为修行最重要的讲，如果从一般性的说法叫做戒定慧，再精要一点讲叫做止观，再重要一点讲叫做有漏慧跟无漏慧，就是你有没有无漏慧啊？所以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有无漏慧，你就是圣者；你没有无漏慧，你就是凡夫。那么修行最重要的，佛教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别，就是要获得无漏慧。那什么叫做无漏慧呢？无漏慧就是没有烦恼的智慧。那没有烦恼，哪一种烦恼决定？烦恼有很多啊，八万四千就非常多，八万四千是很多的意思，有很多的烦恼。可是再多的烦恼也只有两大类，叫做见烦恼跟爱烦恼。那么不从爱烦恼看你，看你是凡夫圣者，从见烦恼判定你是凡夫圣者。那凡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无为法是什么法？不生不灭法。有为法是什么法？生灭法。有为法是生灭法，无为法是不生不灭嘛。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是有为法。生灭灭以即灭现前，这个是无为法。那么有为法基本上就是有生灭，无为法就是不生不灭。那你怎么样可以不没有生灭？生灭从有情来讲就是生死，那就是说你最主要的烦恼，最主要让你不得解脱的烦恼就是我见。所以你只要证了无我，断了分别我见，你就一定是圣者。我们叫做须陀洹，入圣流啊。所以重点不是你有烦恼，重点是你没有无我的概念。那么所以那什么样才能有无我的概念？你了解缘起你就知道无我，你了解缘起你就知道无我。那么你没因为你知道缘起，所以你没有常见断见啊。那么所以你依这样的概念去修行，依去证得无我的概念去修行，那么你就能够入圣流。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不知道缘起，也不知道怎么样观缘起，所以他不管再怎么修，他都没有真正接触到佛法的核心。所以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啊，修行的重点就在怎么样深刻认知体会缘起。所以知法见法入法得法，不过那个法就是缘起法。那么换一种说法叫做中道法，因为它离两边，离错误的，或者它叫做四谛，从次谛讲苦集灭道啊，那个道就是八正道，就是八部中道啊。所以你了解了啊，那么佛法基本上就是见缘起。那见缘起主要在见身心的缘起，所以身心的缘起、生命的缘起，它展开来就叫做十二因缘啊。其实是这样的。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他说：“菩萨下生人间前，就是从兜率天下来之前，会先做四种观察。啊，第一个观时，第二个观地，第三个观种性，第四个观身处。啊，那么先来讲啊，就是说他要来人间之前，他在天上会先想。”什么时候下生？生到哪里？生到哪一家？啊，哪一个地方？啊，基本上会这样。啊，就是土地是观生在哪一国，哪一国的哪一户人家中？啊，那么那这个人家里面他是什么样的身份？阶级身份？好，第一个观时，时有八种。佛出其中，好，那因为啊，因为人的寿命，人的寿命通常啊说从十岁，这个寿命是指啊这个大家平均寿命普遍性的啊可以活到几岁来说，就是说没有意外的话可以活到几岁，可是如果从经典里面来讲。除了北俱泸州，北俱泸州的人可以活一千岁，他们就活足一千岁，很少活不到一千岁的。那么除了北俱泸州之外，其他的都大部分都活不到，有少部分会活超过，啊，叫做就是少出，就是很少超出的。那么大部分啊，那么都是不足的。那因为会损福，损啊，所以大部分都会少，会少啊。比如说释迦佛时代，人寿是100岁，但大部分都活不到100岁的啊。那其他的地区也是一样啊，四大洲里面寿命是不一样的啊，但大部分都活不足啊，有少部分，有少部分会超出啊。比如说100岁，或者活到120岁。有的活到160岁啊，但大部分都是不足的。那不足当然跟他的业、跟他的愿啊，那有关系啊。好，那他这里有八种，那么寿命基本上是从十岁到八万四千岁。那我们说佛教里面的所谓八万四千，其实是一个概念，非常多，或者八万是非常多、非常多的概念啊。那它有两种，一种就是它真的就是八万四千岁，一种就是它其实是指非常多的概念而已啊。所以如果从这样来讲啊，比如说七分之一啊，那么那七分是圆满，那七分之一就是把它分作七分啊啊，那基本上它到了七分，并不是就真的七块啊，那并不是这样啊，就是圆满具足。那么最高的八万四千岁，那因为后面就是七万、六万、五万、四万、三万、两万，啊，那两万直接下降到一百。不过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这个佛，啊，那么过去佛、未来佛很多都是依着现在佛，那么的概念去说的，比来讲。那么你会看到所有的佛都出生在印度，所有的佛都出生在印度，没有例外的，全部在印度啊，然后都有种姓啊。那么前三尊佛基本上是过去七佛来讲，前三尊都是刹帝利啊。如果你看那个七佛的这种经典啊，你给他对照一下啊，基本上都是在印度啊，生在印度的城市啊。那么而且啊。他都是啊，刹帝利，不是刹帝利就是婆罗门啊。那除了印度有这种种姓阶级制，其他的是没有的啊。那么，但是有可能一切诸佛都出生在印度吗？啊，但这个其实这样讲其实是有一点牵强啊。但是，而且所有的诸佛都跟释迦佛一样，都有娶妻，都有生子啊，然后生子之后出家，大概只有一尊佛没有啊。就是阿处佛啊，阿处佛从发心以来就修梵天啊，然后
这个弥勒佛从出生从出发心以来就不吃肉啊，不吃众生肉啊，那比较特别啊。那所有的诸佛，释迦佛也很特别，就是他在五浊恶世成佛，跟其他的佛不一样。其他的佛最低最低都是两万岁的啊，你看啊，所以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一样的地方就是都出生在印度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听起来也不合理，但是说还是要这样说，因为那时候的人知道的就是印度，但所以他并不一定是说出生在印度，比如说他是说刹帝利婆罗门，那么就是出生在富贵人家，或是出生在比较有文化的地方，书香门第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啦，是这种概念。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中国不一定是在印度，它就是一个有文化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里面比较繁荣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说政经要地啊。那比如说如果在台湾的话，那他可能出生在都市里面，他不会出生在乡下山里面啊，不会，因为不太能影响人嘛，而且学习的几率比较少啊。那比如说如果在地球的话，他可能会生在欧洲或是比较繁荣的地方啊，他不会生在那种啊非洲啦啊，或是比较从亚马逊森林里面啊，他影响不了人啊啊，那你学习不到当时的最高的知识啊，一定都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或是至少是啊，在附近啊，他都能够学习到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所谓的中国，基本上，那么这里看来就是在印度。那其实啊，如果佛灭后啊，不生巴难，就是不生到没有佛法的地方啊，遍地遗尘。那么，但是啊，在佛陀还没出生下来。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是适合啊，就是它是一个文化高度啊，就是比较有高度文化繁荣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些地方它就比较适合啊众生修行的地方啊，其实是这样。好，那这我们它底下也会讲到这个概念。好，我们往底下看啊，所以它说寿命啊，我们看啊，这八万四千岁、七万岁，那其实我们可以对照下面的注解97啊，八万岁从毗婆尸佛，毗婆尸尸气，毗舍拘留孙啊，我们读四分律就有这样念，毗婆尸尸气，毗舍拘留孙，拘那含摩尼，迦摄释迦佛，那么就七尊佛。那七尊佛里面啊，你看八万岁、七万岁、六万岁、四万岁、三万岁、两万岁，到释迦佛百岁。总性的话，他这里没有写啊，不过我们稍微给他写一下。就总性的话啊，前三尊佛啊，前三是过去佛啊，后面这四尊是现在显解的四尊佛啊，前三尊是过去啊，过去的三尊佛啊，所以这个前三尊都是刹帝利的，那后三尊都是婆罗门总性的啊，拘留尊佛、拘那含摩尼佛、迦摄佛。那么释迦佛也是刹帝利的啊，那不是刹帝利就是婆罗门，就是他是不是出生在王族世家啊，就是出生在宗教的世家，我们说书香门第啦啊。那么因为当时婆罗门掌握了知识的权力嘛，他们对吠陀经的研究啦，就是比较有文化的啦啊，通常是这样的。好，那菩萨如是念，人寿百岁，佛初始道。啊，就是在人寿百岁的时候，佛出现在世间，啊，这个叫做观时。那前面也有讲嘛，啊，就是说这个他如果升到比较高的天，啊，人寿百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啊，他也不可能短命而死啊。诸天不太可能说哦，那应该活四，比如说多帅天，啊，那么要活四百岁，活多帅天四百岁，那么他这个升到下面的天或升到上面的天啊，他没有办法在人寿百岁的时候下来啊。不过你要仔细算，这样说也啊也不是一定就很合理啦，不过就是啊，他基本上是这种概念啊，就是因为一差就差一倍，一差就差一倍，天的寿命都是这样，那人间就差很多倍了。好，所以他说这个观时，人寿百岁的时候佛出现，就观察时节因缘的啊。第二个观土地，诸佛常在中国生啊，所以中国主要的概念就是啊，
有佛法的地方。那么，但是佛那个时候还没有佛法啊，所以基本上是有文化，有文化啊，一个国家重要的地方啊，那就是中国啊，国的中间地带啊，或是主要中不是说它在中间，其实它是说它最重要的地方，文化比较有文化的地方了啊，或是说经济繁荣的地方啊，我们说政经要地。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诸佛常在中国生。那迦毗罗卫国，如果要这么讲的话，印度当时最繁荣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哪里？一个其实就是波斯匿王所在的舍卫城，一个是频婆娑罗王所在的王舍城，这是当时最热闹的地方。我们说就是印度的所谓中国，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现在所谓的中国啊，那这个基本上啊，比如说在唐朝时代，那个就是长安啊。那么在现在啊，那可能就是所谓的北京啊。那这个中国啊，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说比较有文化、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释迦佛并不是升到啊，舍卫城，或是升到这个王舍城，他是升到迦毗罗卫啊。那因为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现在是从这个地方看的，但是其实你都可以合理去解释它啊，就量身定做就好了嘛啊。但是主要是他升在迦毗罗卫，迦毗罗卫其实是归迦毗罗卫是归波斯匿王管的。迦毗罗卫国是归波斯匿王管的，波斯匿王可以说是当时啊最大的啊最有能力的一个国王啊。那么所以整个印度它基本上是最就是算是这个整个印度当时有16国嘛啊，16国就是东西方基本上是频婆娑罗跟波斯匿王两个是最大的。但是两个也有亲戚关系啦啊，波斯匿王的一个妹妹，不是频婆娑罗王的一个妹妹，哎，波斯匿王的妹妹的样子，然后嫁给频婆娑罗王，啊，他们两个是还是有关系的，所以阿者四王还要叫那个波斯匿王叫舅舅的样子啊，就是说他们两个是有亲戚的。那释迦佛其实就是。迦毗罗卫国其实是一个城市而已，它基本上是归波斯匿王管的。不过这个城市啊，因为释迦族的人，所以它是早期印度文化的一个中心啊。印度文化是从五河流域那一直往恒河流域走的嘛啊，所以五河流域基本上是在迦毗罗卫国那个地方，差不多是那个地方啊，然后再往恒河流域这边下去的。好。那所以这里是啊，佛常在中国生，其实就出生在有文化的地方，国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地方，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才适合佛法的一个弘扬嘛，啊，所以多你看他这里就讲多经营宝物，多经营宝物啊，像舍卫城也是讲多经营宝物啊，文物城啊，多经营宝物，饮食丰美。啊，就社会应该说社会安定啊，那么经济繁荣，人民纯善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个是所谓的中国的概念。好，那么但是从佛法来讲，所谓的中国啊，在佛灭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佛法的地方啊，适合佛法弘扬的地方啊，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土清净啊，那么就是国土啊。国土比较啊，就是比较安定了啊，那么人民比较善良了啊，就是没有这一些战争啊、饥荒啊、啊那瘟疫啦、啊、这些的。好，就是说他出生的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了。好，那么观种姓啊，佛生两种种姓，若刹帝利，若婆罗门啊，那只有印度才有这种种姓啊。那其实。如果照道理来讲，佛不应该，也不一定都是印度人，那哪有可能都是印度人啊？那印度这个国家也不是在迦叶佛时代，它就叫
它就是类似像这样啊，不是，它每一个它不断在变化。不过因为婆罗门跟刹帝利的概念其实就是啊，我们说的书香门第跟啊王族贵族的概念了啊，基本上是这样。因为你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比较会有能力，也比较会有影响力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所以佛生两个种性，若刹帝利，若婆罗门。那我们说前三尊佛基本上都是刹帝利，后三尊佛啊，就七佛里面后三尊佛啊，就是居留孙佛、居那含摩尼佛、迦叶佛，这个都是婆罗门种性。这个是经典记载的，但是他怎么知道的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有些是想象出来的，或是他事实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办法去知道，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是迦叶佛，除非他有记载，可是记载也不太可能，除非释迦佛有说，因为释迦佛可以知道久远劫的事嘛。啊，但我觉得释迦佛会说这样说吗？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啊，比如说我有时候我有一天去看到有一个舍利，他写着迦叶佛的舍利，你怎么知道这个是迦叶佛的舍利呢？你前面给他贴一个，难道还有耶稣陀罗的舍利，还有大爱道的舍利？我就觉得你是怎么去辨别的？是天人跟你讲的吗？你怎么知道这个是耶稣陀罗的舍利？你去哪里拿的？而且还有燃灯佛的舍利，我就更奇怪了。燃灯佛的舍利你是怎么拿到的？你怎么知道他是燃灯佛的啊？所以有时候，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过去七佛的种性？那如果释迦佛有讲，那有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说，难道释迦佛的时代不是燃？比如说毗婆尸佛的时代、湿气佛的时代就有种性制度了吗？不可能嘛！你说湿气佛的时代 ，peace 好了，给你生在印度了。好，那就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当时就有种姓制度吗？没有啊，种姓制度是吠陀雅利安人殖民印度之后才发明的。那么难道湿气佛的时代也是这样吗？不太可能嘛，对不对？我们稍微想一下这个道理。那么种姓制度并不是一种法性、法住、法界就是一直都在的，不是，他是雅利安人殖民印度之后，把达罗维图人打成首陀罗最低下种姓的，自己为最高贵种姓的，啊，那么才有的制度，他并不是，所以我说有时候里面有很多说法并不合乎逻辑啊，啊，其实讲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其实你仔细想，但是他是基于就是。我们说随顺世俗了，那么这样讲，其实它是一种概念，就是说它是比较高贵的种姓。我们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说有文化的叫做书香门第，那么比较有资源的、有权力的啊，比较高贵的啊，那么这个是国王的啊、王族的啊，那大概一般不管你在哪一个社会，都会有这一种。那么我们把啊，比较有文化的，或是比较有学习资源的，啊，那个叫做婆罗门，啊，就书香门第嘛，就是世代传承都是要读这一些的嘛。那么比较高贵的血统的啊，就是比较有权力的，那么有资源的啊，那么比较能学习的，这个是所谓的书香门第嘛，因为他父母都是这样教的嘛，环境的比较有学习的环境，啊，以及比较有能力的这样的家族。那我们把它叫做婆罗门跟什么啊？跟刹帝利啊，一般的人，还有一般的人以及比较贫贱的人，比较没有能力的啊。但社会基本上大概也都会有这样了，大概会这样，比较有权力的，比较有能力的，比较没有权力的啊，比较没有能力的，或是非常没有能力的，大概就是他的资源非常稀少，非常可怜的，每天都要为生活很痛苦的。所以他哪有时间学习，他也哪有能力学习啊，所以大概不管到哪一个社会，如果在人了啊，那如果你到八万四千岁的人，那应该也不会这样，因为他就没有那种没有能力的人啊。因为比如说在天上没有穷人啊，天上没有穷人啊，那么所以他不同的社会其实他并不一定有这种四种阶级。
但是就那个时候的印度社会啊，有这四种阶级来的。那我们不一定把它说一定是刹帝利种，一定是婆罗门种啊，因为这样推其实是我们说没有道理。因为什么？毗婆尸佛时代啊，那么这是第一，就过去解的第一尊佛嘛啊，那么一直到迦叶佛时代，那么都有种姓制度吗？那不可能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印度即使在雅利安人进印度以前啊，他也不一定有这种很严明的这个种姓制度啊，没有啊。所以我们要稍微理解一下这种说法啊。但是这样说，基本上我们说随顺世间说，随顺世间说啊，就是这个比较好的种姓，就好像中国一样。那有可能所有的佛都出生在印度吗？印度之外不会有佛出现吗？不可能嘛，不可能有这种道理啊！那个又不是一种法则啊，一定要在印度，印度之外不能有佛啊，那不可能的这样事啊！所以中国啊，就七佛都出生在印度，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是随顺，因为你讲印度之外的世界，没有人知道啊。你在那个时候讲印度之外的世界，没有人知道啊。好，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啊，藏在中国身啊，那其实就是啊比较繁荣，比较有文化啊。那么这个人民啊，因为有文化嘛，所以他比较怎么样啊？比较不是那么刚强、难挑难服的人。好，那么种姓的话，就是比较高贵种姓的、有文化的啊，家庭里面出生。啊，所以他你看他这里讲，若刹帝利若婆罗门，刹帝利势力大高贵吗？婆罗门种姓智慧大文化吗？你看他就是这样啊啊！那我们讲的就是比较书香门第啊，就是或是王族血统啊，随时所贵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所以他这里有讲，随着那个时代的人所贵重的，就是比较羡慕的、比较希望的。那么佛于中生，佛就在那个类的人家中出生。所以所谓的刹帝利婆罗门，你不要把它想象一定是刹帝利婆罗门，不是，它就是那个时代以这个为贵，以那个比较好，它比较有资源，比较有能力。不然你看佛他是文武双全的，他是王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所以啊，那么你还必得那个地区有那种文化，那么不然你去哪里受教育啊？那么学习射箭啊、打仗啊、学习这个吠陀经啊，啊，你没有能力啊，你是穷人家的孩子，你根本就不识字啊，从小就要去田里面工作啊。那印度有些更可怜啊，就要去帮人家啊清扫厕所啊，反正很多了啊。那所以随那个时代那些人所贵重的，那么佛就在那里出生。好，第四个观生处，就是生到哪一个家庭啊？前面是生在哪一个时代，在哪一个时候生到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哪个人家啊？基本上是这样啊。云何观生处？何等母人能怀那罗延利啊？那罗延啊，就是力士了啊。那么我们叫一般有时候叫金刚力士啊，有神力的啊，这样的人。那在婆罗门的概念里面啊，所谓的那罗延啊，他也是毗湿奴的一个化身啊。那么那罗延是金刚力，就是说非常有力的一个人啊。那这个如果依佛教来讲，就是有福德、有智慧啊，的力量非常大的一个菩萨啊。所以能怀那罗延利菩萨，就是要来做佛的菩萨，最后生菩萨。最后生菩萨是最有力的啊！一人自护境界啊，他是说哪一个？那我是要生到给谁做孩子啊？那么能够
那么让我那么自己那么守护那么这样的一个能力境界不就是不会违反了如是观见为中国就是比较有文化里面当时是印度迦毗罗卫国它叫做中国净饭王净饭王后因为净饭王也是善良的他的父母都是比较善良的那么他的王后叫做摩耶摩耶夫人能够怀这个菩萨如是思维以于周率天下不失正位入于母胎那么入母胎那么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胎生的所以必须要入母胎如果天上就不用了那化身那不失正位因为我们说要入胎之前都有所谓隔音之谜他没有那么他是带着智慧那么在之前就选好了那么其实比较有能力的人他是可以选择父母的那不只是释迦佛可以这样其实有一些人也可以他是选择父母那么来的天人也可以有一些天人其实他也能选择父母我要去给谁做小孩要生到哪里有一些天人基本上都可以这样好那不失正位那个就不是很多人可以的大部分人要入胎之前清楚入胎之后就不清楚了那么有一些人其实他也不能选择他什么时候要入胎入谁的胎他也不知道不过有能力的人是可以的不失正位入于母胎那么菩萨末后生从天上下生人间何以故一切菩萨那么都是末后生从天上来这个是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而言的那么是不是其他如果依大圣经典来讲是不是其他的佛都会在兜率天呢那也不一定那么举个例来讲我们就举个例说就好了比如说好极乐世界好了极乐世界的最后生菩萨是观音菩萨阿比巴字很多嘛然后他要到其他的地方成佛的时候他也还在极乐世界他也没有在哪一天呢没有所以他末后生他就在极乐世界然后他要成佛那么他就下去他就去到那个地方成佛了因为极乐世界有如果照这样说了说极乐世界有很多阿比巴智菩萨阿比巴智就是最后生菩萨那最后生菩萨在极乐世界然后他去到他方世界成佛他也没有在兜率天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计较的话那如果但是如果从这个因为不是所有的所有的佛国土都有所谓的刀立天那有所谓的兜率天并不是这个天界也是一种果报来的好那但是从其实很多像这种概念人都是从释迦佛是这样所以就变成诸佛常法就是一切成佛的人都这样那其实这个是完全从释迦佛的例子上去扩大延伸的了所以他这里讲一切菩萨末后生都从天上来不从人间来为什么好我们再往下看趁上道之故就是成佛为什么一定要是天而不是人从人再来投胎做人不行吗他说趁上道故六道中天道为最上当然这种解释基本上都是要合乎要怎么说比较好那是不是一定是这样那么我们也不知道了不过因为这个是释迦佛的例子那么后来就变成是那么一切佛都是这样好那他说天下天上下死就是从这个兜率天中
下来人间时，种种瑞印未成所有。你要从天上来才有这一种瑞相，如果从人来没有办法有这一种瑞相。不过天人下生为人，要看如果那个天人是王的话，那确实也会有瑞相，那么他要走的时候也会有瑞相，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人道不能有此啊，但是这是他的一种解释啊。那第二、第三个，人敬重天故啊，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崇拜天神啊，因为天神的能力不一样啊。那人非常的敬重天，所以说他从天下来，那么也直接就得到人的尊重啊，这是一种说法啊。好，菩萨正慧入母胎啊，就是讲他前面啊，就是有说到啊，那么不思正慧入于多帅天下，然后不思正慧入母胎啊，那么他就依这样来问。有人言为什么啊？他没有，他说菩萨正慧入母胎这个概念，一切人已垢心有过啊，就相续入母胎啊，因为这个垢心有啊，那么就是爱取有的有啊，那么爱取就是垢啊，就无明爱，然后相续不舍啊，那么这个叫做有，有就有这个业啊，所以有什么？有无明，有爱，所以叫做无明所覆，爱结所系啊。那么成熟了啊，那么就依业轮回啊，就会入母胎啊，基本上是这样了。他说一切人都是这样，因为你会来，你会来生死，那一定是有烦恼，但是。如果从大圣来讲，那么最后生菩萨，他其实是没有这一些粗重的烦恼的，他是来成佛的，啊，那么如果依南传的讲，那么最后生菩萨还是烦恼来的，最后生菩萨还是烦恼来的，跟他就是凡夫。但是如果依大圣来讲，最后生菩萨他已经是断尽烦恼的，无生法忍他就断尽烦恼了，啊。那么他并不是跟凡夫一样的，但是他这里讲一切人以垢心有过啊，就是无明所覆，爱结所系啊，所以长夜轮回相续入母胎，一切邪会相应，邪会就是无明，所以无明所覆，垢心基本上就是爱结所系啊，那爱取有就有所谓的爱取就会有，有就是入母胎。云何名菩萨正慧入母胎啊？那如果从缘起的角度看，那基本上无名所覆，爱结所系，那么人才会投胎啊，就生死相续。那为什么讲这个菩萨正慧入母胎呢？啊，他说好，意念不思故，入胎、住胎、出胎啊，就入胎、住胎以及出胎。都如实知啊，从我们讲他没有隔音之谜了，隔音就是隔了一个身体，你本来在多，比本来在多帅天，那个是一个身体运嘛，运运是运啊，你换了一个身体，就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生命，你就忘失了，一般人是这样啊，叫做隔音之谜啊，但是菩萨不会啊，他说。有人言啊，有人言就是有人这么说啊，那有相续时，这个有，有就是生命，那么爱取有的有啊，也是就是说生有、死有、终有啊，那这个就是存在，有是一种存在，那么生命相续的存在，天上的生命啊，那个是一种有，到了死了，到了人间，那是另外一种有。那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有相续时，一切众生邪慧心入母胎，啊，那么邪慧心基本上就是无明了，那么贪爱啊，那一般的说法会说是啊，这个男的就贪爱他的母亲，女的就贪爱他的父亲，啊，
那么一般在父精母血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众生起贪爱染着，那么所以入母胎啊，基本上是这么说的啊。但是也有啊，天人的话，有些是他比如说啊，观察在天上观察啊，我要入这个入我要成为这一家人的这个子女啊，有些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例子也很多啊。有些小孩他出生就有记忆，他只记得啊，我在天上的时候啊，我是看到我要成为你的女子女的啊，所以我就来投胎了啊。那么他不一定是贪婪这个父母的啊，不是的，但是他就是他已经决定好要生为他的这个子女啊。那么有些女孩她也喜欢她的妈妈的，并不一定啊，那女孩就一定喜欢爸爸，不一定啊。那但是一般的人有些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投胎的状况也千百种啊。好，但是大部分都不记得比较多啊，那少部分会记得啊。那我遇过很多人，其实他还记得他投胎的时候啊，那所以而且记得他的过去生啊，那他是怎么来投胎的，有些还记得啊。那么菩萨意念不思故，名正慧入母胎。啊，所以，但这个菩萨啊，他就是没有忘记入胎、住胎、出胎都没有忘记。有的人是入胎知道，住胎就不知道了啊，那出胎也不知道。有的人是入胎知道，住胎也知道，出胎就不知道了啊。那但是有的人他智慧比较强，福德比较大的话啊，因为他正念正知习惯了，所以他入胎、住胎、出胎他都知道，但出胎之后就不知道了啊。像天人有时候也是这样，天人身为天人，他马上就知道他过去生是做什么的，他依什么原因生到这个天，这个天是哪里，他是知道的。但是在天上享福没多久，渐渐他就忘记了，也有啊。那但是像菩萨的话，入胎、住胎、出胎，那么出胎之后他还一直知道啊，那么也有啊，但有一些是出胎之后就不知道了啊，这我们稍微知道。所以他说啊，中因中住时则知中因住啊，中因就是中因生啊。那么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有不立事有。到底有没有中阴生气，这个是很难说的啊。那么部派里面讨论，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啊。有不立事有啊，那一般我们讲的啊，四生九有啊，二十五有啊，那个都是一种存在啊。那么事有是生命啊的一种存在，生有生啊，生到死之间呢，生到死之间，生命是这样的吗？啊，生命的存在，有是一种存在，有是一种存在啊。那么从生到死，这个是有情，这个是从有情讲的。从生到死之间，生之后就是本有，本有之后就是啊，应该是这么说啊啊，本有生到死在这里啊，生死。那生之后就是本有，本有之后死了就死有，死的那一刹那，这个都是一刹那而已。生的那一刹那叫做生有，死的那一刹那，因为刹那生刹那灭嘛，刹那生刹那灭啊，那人叫做死啊，刹那都是一刹那而已。那么在这一刹那之后到这一刹那中间，就叫做本有啊，就是我们活着的状态啊，我们活着的状态。就生命活着的，还活着的状态，在那你刚出生，你刚死，啊，那么死之后就进入所谓的中有，啊，生有、本有、死有、中有，怎么叫中阴身嘛？啊，那么中有一般来讲啊，那么可能有可能没有，啊，可能有可能没有。那通常的说法是大善大恶是没有的，大善大恶是没有，啊，
大善直接升天啊，比如说往生极乐世界，寿命的时候一刹那前，没有中有阶段，一刹那前即往生了啊。那大善大恶啊，那比如说品婆娑罗王死的那一刹那，直接升四王天，直接升四王天，他也没有中有啊。啊，那么升天有时候就是善啊，他们一下去或是恶一下去是没有中有的，那有就是善恶不定的时候。善恶不定，那么时间多长呢？啊，那么时间啊，如果有，那中有的阶段是多长？这是一刹那，这是一刹那，这是看你的寿命啊，你活多长就是活多长，活着的寿命啊，比如说5岁、10岁啊、100岁啊，不一定。那天人1000岁啊，不一定啊。那人这个是从人来讲啊，那活着比如说啊80岁啊，释迦佛80岁。啊，70岁啊，比如说80岁，那80岁就是80年是本有的阶段，那一刹那生的那一刹那，死的那一刹那，中间这个就是啊不一定啊就不定。那么这个不定基本上要看你的善恶业在什么时候决定啊，那最多啊它成长最多啊最多49天7个7。每一个七都可能做一个决定，啊，那也不是一定在第一个七才做决定，啊，那也有可能啊是第一天、第二天不知道，但是每一个七都容易是一个决定，啊，就是他的因缘业报在这里成熟了、圆满了，啊，我们说七为什么是七？啊，那么所以49天里面7次要7次，啊，49天最多了，但是也有说有无量。啊，就是没有局限的，那没有局限，中有就变成一个什么，就变成一个另外一类的众生了 啊。那中有也不需要吃，也没有什么能障碍他啊，他也不需要吃啊啊，但是也有说他要闻香啊什么，基本上中有也不需要吃的啊。那大概啊，那这个这里说的啊，比如说中阴，从中阴啊这里讲。啊，中阴中住，则知中阴住。啊，但是像佛从刀立天到了人间，也没有中阴啊，也没有中阴。他在人间生多帅天，也没有中阴啊，他其实也没有的啊。但是这里是举例说明而已，并不是说佛有中阴身啊，就是佛从刀立天下到人间，他有中阴身啊，并不是这样。所以他这里只是说正念正知啦，啊，就是中阴住，中阴中住，则知中阴住。我现在是在中阴身的阶段，入胎时知入胎，啊，但是这样会误会说佛从刀立天到人间这中间还有个中阴身，啊，就好像会变成这样啊，因为你变成中阴然后入胎嘛，嗯，但是一般的人有些。可能有中阴身，那么有中阴身，他中阴的时候，他知道他中阴，啊，那么入胎的时候知道入胎，哥罗罗时知哥罗罗，啊，后面有注解，受胎7日，次排精和合，啊，就是父精母卵，精卵呢，啊，就是受精卵嘛，啊，那么我们都习惯讲父精母血。啊，那生物学的说法就是啊，这个精子跟卵子啊结合的时候，那么它那个卵会产生变化，然后就开始啊，这个时候7天之后啊，就叫做哥罗罗啊。那么俄浮陀啊，这个第二个七啊，那么第三个七啊是这个伽那。那第这个之后啊，就慢慢啊有五报啊。那五报我们看一下，就看一下前啊五报这些啊，它我们底下看啊，那么大家自己看就好了啊。就是到注解107这里啊，那么第一个报、第二个报啊，这第二期、第三期，然后到7期，到第十个期，五报有第十个期。那他说第9期的时候变五报啊，
就是有五个突出的，两轴两鼻跟颈项啊。那到第十个期又有五报，那手就是有五个突出的东西啊，就伸出来，就渐渐可以看得清楚了。有手腕，有脚腕啊，还有头啊。到第十一个期的时候有24报啊。那讲这个啊，第十一个期的时候了。那总共要几个期呢？你看它这里也是这样，一个期就是一个圆满，一个期是一个圆满，那有很多个期。那么一般来讲十个月嘛，一般来讲是十个月啊。那每一个众生不太一样，像大象好像是最长的，大象要两年的样子，大象要怀胎两年。人的话基本上是十个月，十个月是300天，300天是几个期呢？12个，300天是300除以7，7×4=28，40几个期啊，要40几个期啊。那么因为十个月嘛，十个月300天啊，一个月30天啊，所以7×4=28，7×3=20，要大概四十二个期，43个期了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开始从大概人形的话，应该是人形大概圆满的话，大概有些人早产7个月就出生了啊，所以大概那个时候就是大概已经都完成了啊。那有些比较早的7个月、8个月啊，那他基本上就已经是完全的人形了。好，那所以这个十个有40几个期啊，有就是一个期就一个阶段，一个期就一个阶段啊，因为300天嘛啊。不过7个月210天啊，那么基本上就人形已经圆满了啊。那210天就是30个期了啊。那这里有10个期，就有基本上啊，就是11个期啊，基本上就开始都是看得到人形了啊。基本上他是这样写的。好，不过这个生物学上很容易查了啊，就是到了几天，大概是什么状态啊？这生物学上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很清楚了啊。好，所以他这里说啊，这个大概到五报啊，那五报有很多种啊，就第9个期啊，就有五报了啊，然后后面第11个期都有，11个期就有24报啊。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他说，其实他说是每一个阶段他都清楚了，意念不失啊，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并不是真正入到那个母胎里面，在里面十个月没有。他还是在多帅天上啊，但是他已经母胎已经渐渐在成熟了，那等到他真正出生的时候他才下去啊，也有这样说的啊。所以这个是名正慧入母胎啊，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啊。他说愚人在中阴住时啊，那就变成啊，他说一般的人中阴生的时候啊，就是不是一定有中阴身了，但是他就变成是他在中阴身住的时候，若男与母生欲然心啊，此女人与我从事啊，那么这个是一般的说法啊，但并不是都是这样的啊。那么你意愿而来的，他不会这样啊，就是说他会想这个就是男的就对母亲生起欲然心啊，那女与父生嗔恚。若女于父生欲然心啊，那么于母生嗔恚啊，那么这个是有这样的说法啊，但是我们从很多的经验知道并不是都是这样啊。他说如是嗔恚心欲然心，菩萨无此啊。那么菩萨先已了知是父是母，是父是母能长养我身，我依父母生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尽心念父母相续入胎，是名正慧入母胎啊。那一般人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们也老实讲也不知道。
但我们从很多人记得他前身入胎来讲，老实说也不都是这样，一般人也不是这样，但是大部分应该都是从天上的人不会这样，从天上来的人不会这样。那么从如果从人中生的，有些也不一定这样，因为依愿力来的或是有善业来的也不会这样，但是如果从一般烦恼众生或他其他恶道众生来的，有可能这样，但是有一些人基本上受恶业的话，他显现的境也不是父母，你看那一些恶道的人，那如果他要堕恶道的话，如果做人的话不知道，如果堕恶道他不是，他显现的也不是这样的，那但是确实应该有一类的人是这个样子的，有一类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而且可能这是一般的，一类的这一类的人是他这样入胎的，他这样入胎的。好，那么因为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